圣堡射击继续推进。哇，两个大坦克护着这个凯特琳推塔。对，对方的清兵能力其实不太够哦，都是这种大难近战型的角色。凯莎也根本没有办法越过凯特琳这道这个陷阱壁，塔直接被点掉，不给 HQ 任何机会。下路的一个高地已经剩下赤裸裸的水晶兵 ，Mate 一步一脚印，靠着双炮车，这个伤害当时加油一个 Q， 索尔卡几乎就要死了，剩下三分之一不到。哇，这旧世界啦 ，UniBoy。中路的一个高地也掉，加里奥往前直接要嘲讽，搭配三又是一头车撞进来 ，Rainbow 就像彩虹一般稍纵即逝，后面位置被留住的一个凯莎、哎、根本没办法做操作，闪都交不出来啊，他直接被定住了，小安倒下，后面的位置吸血鬼最后的进场也是徒劳无功，剩下两个人 HQ 根本没有办法表现出任何事情，我们要恭喜 Mate， 这是一个逆风高挥，顺势的逆转反打，2-0。结束了他们在2019 MS 的一个开幕战，我们。